姐们，但是今天小朋友，你们有福了哎，对不对？今天是属于儿童节，那今天哥哥呢，还有大姐姐啊，他们要带来很好听、很好听的、很好听他们的歌曲，然后也献给现场的各位嘉宾哦。但是虽然今天，对不对？有点冷，还有下着一点点的毛毛雨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哥哥姐姐还有这群热血的年轻人都非常的热情，来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吗？哇塞，你们看到？好，那现在呢？来哦，他们今天呢是非常有制度哦，也非常有礼貌的。那现在我要请他们的执行官请出场，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，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东海大学风信警校吉他社。那我们来基隆农场是因为我们有一年一度的春游这个活动，那很荣幸可以就受到他们邀请来表演这样子。那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们的口号这样子。好，来注意，不够大声啊，注意，好，再集合。好，所有队员队苗，好苗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我们三首歌曲的表演。那请吉他手下音乐。好。有没有看到非常热情的、热血的年轻人呢？跟着一起打拍子，好吗？来，拍手，拍手，哎，跟着节奏哦，不然他们会不好意思哦。刚才有没有看到很多兰陵王跟学武啊？然后现在看，我来看他们现在变成什么？在后面的就好非常不简单哦。Yeah.
感谢青青农场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感谢青青农场。好，我代替青青农场，谢谢你们，我也接受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。好，然后会唱的，请各位在场的各位大家一起唱，谢谢。试一下好吗？
来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哦，五月天也来了，你看到五月天也来了。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是不是应该我已经接受了？哦哦哦哦，所以你听慢歌，很慢很慢的歌，听得幸福老歌，是不是应该我已经接受了？哦哦哦哦，不要再问谁是对谁是错的，谁是谁非，谁又亏欠谁了？反正输了，反正输了，反正自己骗自己快乐。我不管你是动是动是感觉活着，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。当心要动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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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要老了，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你们的节日，儿童节快乐！再来一次，儿童节快乐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对不对？哇塞！今天其实我们今天东海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哈、哦，从遥远的那一边到今天这边寒冷的这里，对不对？哇塞，非常的冷哦。但是他们今天是不是属于放假天呐、啊？但他们今天还是利用他们自己的时间，有没有？来这边为大家所唱的、所听的，都献给现场的各位嘉宾们，谢谢你们！来，再次的举高，谢谢！哇塞，好，哥哥姐姐，还有吗？有没有 uncle？ 没有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来，有没有话？来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！哇塞，有没有给我们这群年轻人掌声鼓励啊？真的非常不简单哦。对，小朋友，爸爸妈妈，以后下次如果小朋友要读大学的话，记得东海大学先第一个，好不好？帮他们做一下广告，东海大学的学生，好，谢谢。那待会呢，在我们两点三十分，我们的喵喵秀继续为大家演出。